的情况下是协调性会出问题。不是啊，熊队是一定要投进来的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一号三要不要打？这一球出棒打成了二垒方向，那手挡住之后要传本垒，要传歪了。再见爆头，传歪了。三垒上的跑者是回到本垒得分，杨松贤回到本垒攻下了统一狮队的四胜分。陈立宏打了一个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传回本垒之后，这个球传歪了。